10块钱，我在那骗你干嘛呢？我就骗你10块钱。He's filming you， 是不是？我自己骗你的10块钱了。对啊，哈，我们就去那边了，哈，我们家真的车，真的出租车，5块钱就是这样。哪个酒店？我知道，你就是那个上边那个旁边的那个酒店了。旁边酒店，你有可能比他们出名一点。你说我们骗人的？对，你们骗人都是这样。你们都不知道，你们都就是旁边这是。I'm bang， 就是因为他的脚不好。不是，酒店规定10块钱，1万以内，知道吗 ？OK， 好的，你就去那边吧。我那是你说我骗人家，骗人干嘛呢？你不用表，这个就是骗人。骗人，对啊，就是这样，是吗？现在就是你骗我，我骗你，都是这样骗的，互骗的。那谁骗我骗谁呀？你骗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没骗人，这个就是你骗着我们，我骗你们。对啊，就是这样。你走，你们短的，你要10块钱，就是骗子。那你租一个晚上的1000多、1000多的，人家骗你呢？那你就在这里，你知道10块钱需要吗？那你不就走路1分钱不花了呗？是不是 ？With a lot of 骗子。Well, of course, Anne. It's just the way of land. But look how pretty the trees are. I can't believe it. Look how beautiful this is. Oh no, this is the way it all goes. It all goes. Like that's called bargaining, where people are trying to. Nah, we all hate each other, Chinese. That's what it sounds like. 这个酒店叫什么名字？给你个 tip. 这个叫喜来登。I'll pay a man.